今日一包一袋尔哦。我先找啤酒，我再去买。够吗？又塞不够了哈。我五十给你，一百给我了。三百有人买哦，你不会喊哦？你要不要？没事。没有这里给你买贵的。哎，没多少了。还有吗？没有了来。哎，200块要来。要不要？哎，这要一袋。这一年了哦，啊这一件较大块，较大块了哦，啊这3包，你4包，你200块来，啊这5包200了来，来咯来咯来。我买的啦。我来呀。哎，下边剩只五号哈，来这2包3包来，4包来，5包来，200块。哎呦，找对新芬在旁边。哎，2包来，好呀，要过来找新芬的吗？新芬在等你哦。他今天不会来，上礼拜买的。不一定啊。200块来，像我一样吗？好呀，要带女儿过来找新彤哥哥。哎，我有要过一头吗？后面。后面要过一头呀？谁要过一头？我啊。哎，今天找新芬了，谢谢啊。500块，6只500块，能贵500，400块，500，50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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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00你别做，爱结尾300块了。好了，买好了。这只这用钓的，钓大只的，只很老的来。这两只，你三只，你三百，四只300块来。啊，这5只300来，6只300块来。这等于剁剁的哦，煮汤你好吃来。2只、4只、6只来，贵只300块。贵只300，2、4、6、8，300来，这边来。到尾差不多你300块，你要几块收来块呢？300，我不愿意，300块是便宜的哦。要存30年，你先想下，你十年过了，你300块，只存无30块啊啦。宝贝啊，宝贝啊，系啊，宝贝联动的东西啊。今天刚好鱼波啊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小鱼干。下礼拜再来啊，加油。四只来，因为他们说。6只来。我爸炒的小鱼干很好吃，他们要吃。10只来。赶快点，你十年过了来，300块了。求兴奋露脸，没有，要来现场看。谁说一定要露脸给你们看的？来现场。好，爸鸡蛋五块来，上碗牛。等一下，谁说的？红杏。来两架。来七架。来。学游泳要开那么久。来，会加。我还没带我去学游泳。300块，下来300，有人爱无？白带鱼啦。
来陶晶。小姐谢谢，谢谢小姐。我露脸上面就出来了。我把伞。不能是树叶，是树枝。来两只，来四只，来这六只，八只，快好搞，来这十只。哎，佫少只，加十二块过来，三百块先卖。来边来。破掉了。破去啊！破去啊！打掉了。痛哎！干嘛？不打掉吗？对。打掉啊！不能等哦。太慢了啊！等上来客人都跑光了。哎，二来，四来，哎，六来，哎，七来，过两来五，三百，我就收尾箱来，两百了，哇，七只两百过来。河虾，河虾有。哎，有两来，我就七只两百，好啊。哦，我个。可以给我一个大袋子吗？好，五百。扁扁薄薄的，高温油炸，高温油炸，炸到连骨头都吃下去。可是就是要低温油慢慢炸炸。不干煎的。喂，桂英，走。哦，烘衣机今天有启动烘衣功能。啊，有什么？还是家里的洗衣机已经不能用了？哎，骨头已买五百块了哦。好。哎，你要等起搞打针，你要去正大图嘛。这两地、这三地、这四地，你五百块对。哎。哎，个人要骨头鱼的无？你骨头鱼好一点，一斤才四百了嘞。哎，这四地哦来五百块嘞。哎，骨头鱼搁下来五百块了来。哎，两地五百，四地五百块，头前搁钱。厝内底在派去啊。出来这一台机派机，安尼去外口的。还有人要土托鱼吗？没有了，土托鱼没有人要了。两片、四片，可以用投币式的。白带鱼、虾子跟虾卷，没有虾卷，哦，只有白带鱼、虾子。还是缺货，那我办法。还要我来，还要我来。土托鱼没人要了，来。来，陶姐妹。来，来，来，都来。哎，我包到你去。哎，为什么不吃土豆呢？为什么？哎，讲不你讲不吃虾吼，虾土豆真的超好吃。虾买五百块，你难做虾。你野生的虾哦，海虾啊，你五百块，你跟四啊八买袂着嘞，先买来。来两只嘞，最后嘞，过来五百块，五百块嘞，虾五百再过来，哎再过来五百块后嘞，先不吃虾啊，有五百块给你嘞。个人认为土托比鲑鱼跟鳕鱼好吃。啊，如果石斑不愿意杀的话，你去买那个龙大九斑枪吧。赞。你要买石斑枪？无啦，卖只紧张啦。还有冰刀。石斑不要了，不好翻石斑真的很好吃，石斑也很好吃，土托也很好吃。一千块就在一块，三千肉我们大点。哎，还有谁要虾子的？快点！太高，虾，这么现在搞要太高。这个对，太爽了。李小姐走。我那天吃，人家送一条那个。那不然你会走啊？金送我一条金龙鱼。嗯。那么大，十几斤。金龙鱼养殖场我家附近就有。对。
过硬，要不然你会早安。中午好。你的意思是，要不是坏掉了，早就早上用了，是不是？早上先洗一轮这样子。还有谁要下肢？没有了。来，好，动一个老妹。小姐，好笑啊！来，好笑啊！那我们小白仓啊，什么东西？有些人不给爱，慧娟。哎，何惠泽，我下来500块，我来，500块，来。秋刀鱼，我只爱。我只爱用好。这跟那个海虾差不多来。秋天美美早安。来，我送你了哦，来，对的，有空买来。一斤啊，斤半重哦，一斤半哦啊。来，即摆斤半哦，现在现在斤半一盒都卖袂死啊你啊，来，小心点。1盒420，2盒就要800-840。哎，看上了，500块，2盒500块，2块钱来。哎，还有谁要虾子的嘞？6盒来。要小卷，小白仓多了，因为用煎的我觉得不够香，一定要用烤。因为用煎的皮都会烂烂的，用烤的就不够。猪汤啊，炊拢好食。你上来这几尾抬起来，我用这尾抬起来80啦，来这4条来了，这5条嘞，这爱开了第8号4号的，来4包，300了，现在300号来，这2尾300来，现在来，8只300号啦。叫奖给你高位准备来300块先买，直接300块的，白仓没人买哦，我买去给老乡吃好了。哎，4来，哎6来，哎8来，过来，哎10来，这边一个。好，哎等姐找我来，哎2只、4只、6只，哎8只来，10只来，来300块来，哎你是。来啦，来去八招来，来个招奖给你10只300块。来哦，来，4只来，来6只来。魏英说他这300还是谁要？300块。黄缺席。来2只、4只、6只，来，还过来哦，过来来哦。最后，来这6招，来这8招，来这10招，还剩下来300块，不用模仿，千万不要模仿。好，来这边来。没有模仿，你如果要怕有腥味的话，把它皮肤上面的很细的细鳞跟内脏的部位拔掉，然后热水过烫把腥味处理掉，用姜用姜水热水过烫，没有姜也没关系，直接热水过烫，用姜片下去蒸就好。哎，姐，那边免5、8、4、8、3、8号，这个300块，这个上面这个菜300块，这个小卷的，给你。慧珍早。来过我来。你也很笨啊。不会，鳕鱼清蒸不会粘锅，你会粘锅就是你没有过烫过，你那个去腥的那个步骤过烫，你没有过烫过。还有谁要小卷的？来300块来。他的切面那边不是有细鳞，然后是不是有一点有些形糊，然后再来那个中间注重的那黑黑的会不会要弄到？他那个那个锅怎么样？下去就马上上来，热水下去就马上上来。300块来，你如果这样子用的话，300块来，会更低。会啊。
样子。排够人还卖300哦啦。会料理的没有啥。我看你是怎样子，你像我，哦，沙发没有用重口味啊。我基本上我就是铺姜片，然后跟那个红大喜这样子而已。但是要用跨波剂或者是，我都是跨波剂或者是导游的，哎，比较重口味，可以压过那微微的腥味就没差。有要到板桥拍卖吗？目前没有。没有打单子啦。板桥可以去土城就好了，离很近啊。300块。跟土城很近啊，来土城就好了。同一个交流道。因为大比目鱼的部分，我喜欢用比较清淡的口味。来，帮我拿一下，过来。导游破肉，嘿，我都无差。来，等下，来，200块。下次是谁？还有谁啊？300块，还有没有小卷？在哪？还不要几条啊？没有味道啊。哎，300啊，人要吗？头前搁一个来。头前一个。哎，300的来，300的我来。做法就像那种，我那种蒸法就像做排骨汤一样，排骨一定要先烫过，瞬间烫过一下，这样把血水处理掉。还有谁要来？像我们家以前开餐厅那个大比目鱼是蒸这么大条，一定要烫。要不然呢？因为来两包200块。哇，三包。哇，好可以吃。我也3包。好，3包。钱给你，哎，钱给你。来，收集啊。3包300。好，还有人要吗？买2包200。好，有人要2包的无？帮你扛啊。还差2包200。好。来。方便了。是啊。来，还有谁要来2包200啊？哎。2包200块。然后你们如果有买到那个切片的那个多利鱼的话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一次拿3-4片下去煎，不要放油，用最小火，不要放油下去煎，保证你会收获满满的一盆油。最后一个200，对了哦，好，对我4点就起床。来，要吃肉鱼的来，来200块来。来吧，要去抬肉啊，这两个免抬啊，这两尾四尾来，6只来。2468来，来10只来，来12只来，14只来，200块来，再就来，十两尾来，200块先买，百只来头前来，去抬肉啊，我们去抬下来。来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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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来，四来，来，六八，来，十，来，十二，十四，十六，二，四，六，八，两百啊，你要不要？来十二，十四，十六来。好，不要细分哦。来二，四，来六，八，十，十二，四，来十六来。来二，四，来六，八，十，十二，四，十六。来二，四，六，八，十，十二。这边来一份，再来一份啊，后面再来一份。来二四六八十十二四六，来二四六八十，来十二十四来，
六，还有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来、四、十六，来，先给我来。保安，保安要来。哎，还有谁要来？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，来，十六来，两百块。所有人好，来后面一个来。干嘛啦？蟑螂啦！阿姨，这是我刮去的啦。好走了啦。闹皮啊！来了，去哪里呀？袋子啦。阿聪很怕蟑螂。跑掉了啦！跑掉了没？阿聪，你惊加抓？跑掉了啦。没有，是刚好在他身上。哦。来过来，来过来，两百块。对了，好来，来过来。明天加一场几点可以卖？可以买六点，他们六点就到。六点就开卖了。现在五百块了。对，真的。阿松怕蟑螂。来，白带过来，白带叫过来，然后来。你看他惊魂未定。把白带的这样，他过来发黑啊。几只个几只个几地啊？啊，大白带。哦，这大只要收，吓死人！这个一只，好放假一只。哦，这七千强多少落地啊？落去千块嘞。卖个来了啦！你一只只，一只一千，两只两千啦，千块啦，一千，上来三百块来一千块。卖个，哎，太贵啊！我。无啊。来了，两百三只先来了，三百先我来接住，五百了啦，先五百了，三百五百了，哎，挂机来了，肯定的，好呀。哎呀，伊你挂着嘞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人诶，人诶。可以预定物品，早上去嘛，拿嘛，你。传讯息给信总，你自己传讯息给信总。买个五百，还是千块千块？要输，好帅。好，这样嘛，来吧。好啊，来啊，这条足够不？够了，来。来一个花条过来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多少？来个先，我包个先来啊！三只五百块嘞，加这只来偌大，这只就五百多了。这三百个我包先卖，我好。